臭脸小哥，从他出现的那一刻，我的倒霉生活就开始了。我叫甜甜的，原本是幸运如锦鲤的美少女，喜欢画画，打棒球，梦想是造一个超美的房子。生长在一个有爱的家庭，我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冰淇淋店，虽然小，却承载着我们一家人的幸福。我从小就住在甜甜的梦幻城堡里，万万没想到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我，在这一天被这个人撕得稀碎。对，暑假学的是老师应该是在坑点抱歉各位，我来晚了。目前我们的飞行器设计已符合国际发布标准，误差在0.02。但是这场发布会我选择取消。新的零误差设计我会在一周之内给到，我的东西必须完美。这做法太肃穆了。周明先生说，觉得他很有意思，愿意等他一起合作。啊，谢谢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这结局也太肃穆了。公司的设计师啊，也就他敢这么干。是啊，反正我是不敢。大神就是大神。太帅了。风速6米/秒，移动速度37米/小时，芯片传输一切正常，可以测试。可以开启干扰程序，注意观察各项数据分析。闺女，别睡懒觉了，取完通知书赶紧来店里帮忙。知道了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好好好，注意安全啊。行行行，爸，我骑车呢，不说了啊，挂了啊，拜拜。干扰后，芯片传输数据一切正常，保持。随后增加干扰项。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想妈妈。数据一切正常，不过失航了。飞行器已锁定，必须拿回芯片。位置是？我知道了。什么呀？怎么老跟着我？难道是我超速了吗？啊！还警察叔叔，是你吗？是我刚才超速了吗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不说话？
喂，苏木，苏木。哎呀！事儿吧，是他，他害我掉进泥坑里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哎、别走啊！先说清楚了。没搞清楚怎么走了？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好像是飞行器。我刚刚在路上骑得特别好，这飞行器一直跟着我。你这是干什么用的？瞧着这玩意儿，好像拍照用的呀。你一直跟着人家，不会是想偷拍人家吧？对啊，你说话呀！哎，你倒是说呀！我们大家都等着呀。肯定被我说中了。既然是偷拍，咱报警得了。对啊，报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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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等，大姐，别着急，我好像觉得他是个聋哑人。哎呀，那是可能出事啊！哦，是，怪不得，看着也不像啊。哎，你是不是不会说话啊？我会点手语，你刚刚是不是拿这个东西偷拍我？木板飞行器不是航拍器，石头没装摄像头。可是这个应该还没上市啊，只锁定信号灯亮了，应该是遇到什么干扰自动锁定了。哥哥，你是根据定位跑到这儿来解锁的对吧？哦，所以按理说是你打坏了人家的机器，应该是你给人家赔钱才对。原来不是偷拍，姑娘，既然是你打坏的，就要赔给人家。赔了，坏了，行，我赔。赔你？怎么了？你们看，这不是我不赔啊，刚在这摔坏了，那怎么办啊？给我电话号码。老少与君何先退，明年半百要加三。眼看着我们这小店明天就要开业了，我们的老店长呢也能独挑大梁了。咱家闺女呢，大学毕业，也要去国外上学了。我说，咱俩的事儿，是不是应该告诉闺女一下？再说吧，我爸太突然，他接受不了，毕竟这么多年了。哎，也行。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还用问吗？摔泥坑里了，还好戴着头盔呢。哎呦，这脸！好惨啊！你不是去拿考试结果了吗？咋样？没考过。你不是你班第一名吗？怎么没过？就我一个人没过。
他们说建在空中的房子不可能实现，是我瞎话不重视。我多重视啊！我就说了吧，你最近水逆，我得跟我爸妈说一下。爸妈，有件事儿我得跟你们说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知道你们很爱我。等等啊，要钱没有？哎呀，不是钱的事儿。我出国考试没通过，但是我决定下半年继续考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这半年好好陪你们呀。啊，你没考过，继续考，我们一点都不失望。不过你刚才说要陪我们那件事，你能不能慎重的考虑一下？啊？你看哦，你都陪了我们20多年了，朝夕相处，这我跟你爸早就想过二人世界了。怪我了？啊，这个事儿呢，他不怪你。本以为呢，这次考试没过，所以啊，我们两个就没有计划你。什么计划？这不是你妈半个月以前嘛，又抢了2张去东南亚8国这个双人游，还是超豪华套餐吗？双人还8国？现在店里弄得也差不多了。我跟你爸去买点儿出国用的必备品。文俊，木木，我们先走吧。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啊，你们走的时候把招牌别忘了挂一下啊。想多了吧你。传送环的数据都没来及保存，怎么办？芯片怎么不见了？但是根据你的公式，咱们的误差大约在0.02，虽然没100%达到你的标准，但也100%达到了国际发布会的标准。只要咱们不增加干扰项，直接发布那绝对是没问题的。说话了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，看来最近压力确实很大。他本来就有社交障碍，受到刺激恐慌或者焦虑就会这样，必须尽快让他放松下来。
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不知道呀，他一回来就在那算数据，一句话都没说。这次又不知道要缓多久。一般这种情况都喝冰水缓解，但怎么着也得两三天时间，而且这次看起来更严重了。哎，你来来回回干嘛呢？给苏大神倒杯冰水。哎，哦，是啊，这大热天的。哎，想不想吃冰激凌？点个外卖呗。想到一块儿去了，谢了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天还没营业呢。啊，对面公司，对面公司也不行，我们这还……喂。啊，可以送，可以送。您需要什么呀？啊 ，OK， 好 ，B1503未来飞行 ，OK， 没问题，马上给你送过去啊。嗯嗯嗯，好，拜拜。你干嘛？我们都没弄好呢。正好多做了几个，没开业就有事，这是好事。我去送。那行吧，拜拜。放开。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不来找我，我就只能来找你了。为什么不找我？我最近真的很忙。忙啊？忙着跟别的女孩谈恋爱啊？是啊。咱俩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我们是男女朋友，但我有我的约会，你也有你的约会，并且我管不着你，你也管不着我。我很喜欢你，但并不代表我属于你。喜欢我是吧？你完蛋！哎，怎么样，清醒了吗？舒服了吧？没有。没了。渣男。渣男。什么情况？这下好了，只剩下一个冰激凌了，不过值了。苏木，十八楼开会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吃我冰淇淋？星座啊，双子吧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你是不是想让我赔你钱？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呀，或者你说个数，你好让我心里有个底，可不可以？双子，太分裂了。这都什么人啊？这是。
他会去。奇怪了，这下好了，两个冰淇淋都没了。不过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该不会在跟踪我吧？还是在这个公司上班啊？回去了，送回去了。放心，投资人对苏木很有信心，让他放心测试吧，千万别有压力。是啊，这段时间啊，我让他搬到我星月山的别墅去了，安静一些。但是他这个问题还是得赶紧解决啊。哎，我有个心理医生，过段时间从北欧回来，要不试试？行，到时候啊，我带他过去啊。好，那改天出来闲聊。嗯，那先这样，拜拜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发什么呆啊？上车。你们俩刚遇到就发生那么多事儿，应该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吧？一个要我命的人。你说会不会是你的另一半？怎么可能？那嘴，哼，那眼睛，那笑，哼，怎么样？凑合吧。我想了想啊，你身边除了你那个师弟李迪，他是个男的。我还没有见过你身边出现其他异性呢。你谈过恋爱吗？当然了，我可是恋爱小达人。那我谈的多着呢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安慕，你以后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想找一个踏实的，爱我的。你呢？我呀，我想找一个能陪我看星星。行了，你去洗澡吧，这我来收拾。起床啊！妈，你干嘛呀？我们要去赶飞机，每天睡到大中午的，你看看你乱七八糟的，哪里像个女孩子？赶紧的，收拾收拾起来啊！闺女啊，赶紧起来，今天新店开业，木木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，一会儿啊去帮帮忙。哦，对了，洗完澡呢，记得把头发收一下，别把下水管给堵了啊！哦，淋浴头那个水管有问题，别忘了找人修。知道了。师傅，机场，机场。
搞港台小爷子家，说啊，停尸房还是警察局？地上破坏社造成的，快走啊！不动是不是？行，我数三声数，刀可以飞过去了。一。别急，我这儿还有。不会吧？怎么是你？你来我家做什么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老实交代，不然话，我送你去警察局啊！不会吧？1503，你住对面，你怎么搬过来的？你为什么要住对面啊？你有何居心？你老实交代啊！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诚心找我麻烦？不许动！你怎么来的？怎么回去？赶紧走！你干嘛？谁让你走这儿？这是我家，你是不是让我赔钱啊？说多少钱我都赔给你。哎，你是不是想讹我钱？你说句话呀，不要搞得我天天心神不宁的好不好？你是不是分裂？你什么行动的你？多少钱？哎，你别走，我赔你。干嘛呢？什么情况？没听明白吗？女孩舍不得男孩走，想让他陪她。哦。这就是你不对了啊！女朋友让你陪她，你就多陪她一会儿。你也是啊，要男朋友陪你，好好说话，别动刀子啊！不是，什么不是？小两口吵架没问题，你别影响到邻居啊！是啊，得注意影响啊！下不为例啊！走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小两口坐着玩呢。你看看，尴不尴尬？以后我还怎么在小区混？哎，你别走啊！你站住！哎，我说你了，你要我赔不赔了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要不要我陪你了啊？神经病吧！说什么这是？给我来100个冰激凌。100个，你吃得了吗？吃不了也得吃。捣乱呢？就是捣乱，怎么了？我让你捣乱。学姐，学姐好，学姐好，学姐好。这不是你新店开业，我们来帮忙的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德德，对面公司好多外卖嘛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帮我把这些外卖送到对面公司去。好嘞，好嘞，没问题，走。你呀、啊？什么事？苏木好像又不能说话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昨天不是好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了吧。他已经搬到我们以前住的地方了，那边很安静的呀。我觉得吧，咱们还是给他找个心理医生。要不还是等惠子的朋友回国吧，其他人啊，他肯定不会愿意去的。他这病啊，都好多年了，以前也没吃过什么药，都是靠喝冰水缓解。
昨天是怎么突然好的那么快的？难道是因为吃了冰激凌？冰激凌？冰激凌也能缓解焦虑？哎，我也不确定啊，要不咱给他买个试试？他是挺喜欢吃冰的东西的，要不你给他买一个试试？我现在就去。苏木，你也来吃冰淇淋啊？欢迎光临。哎，他来了。谁呀？就那个人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去，你快去。先生你好，请问你看看需要哪款冰淇淋？一款宠爱，稍等。宠爱，眼睛挺好看的。您的冰淇淋。甜甜的，稍等。一款甜甜的，他嘴巴挺好看。干嘛又点？尝尝味儿呗。您的甜甜的。稍等啊，行，全都要，找茬吧？找你的吧。想找茬是吧？没门儿！我让你找茬，找茬，我让你找茬。哼！别管，你要的冰激凌乱炖，你到底叫什么呀？你从哪儿来？你要干嘛？苏木，未来飞行。你真是对面公司的呀？你还真是做飞行器的呀？那你为什么？说话，那他对你干什么了？他又对我笑了。啊！哎，等！
哎，哥们儿，你认识，这个王七火吗？我不认识。你们不都是未来飞行的吗？哎，他就是王七火。哇，你能说话了？怎么不想让我说话呀？来，王七火，你的外卖。别叫王元义。好嘞，王七火。嗨，怎么会呢？我这不专门给你买了冰淇淋，让你缓缓吗？不吃。不吃算了，反正也好了。班累死累活的，车又坏了，这怎么弄啊？哼，我就说嘛。你干嘛呀？老是神出鬼没，你吓我一跳，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啊？别给我捯饬坏了。相生大于相克，但前提是你得顺着他。我就是顺着他，没问题，我自动屏蔽他那张臭脸。哎，小两口吵架了？没有的事儿。别吵，好好的。难道真的是因为他？
是你。你要干嘛？我要你。天哪，他居然会说话！等等，他说他要我，他要我。叫我做冰淇淋。你是在逗我吗？你怎么能忍住这么久不说话的？等等，你说什么？要我教你做冰淇淋？凭什么？你不是说要陪我吗？你不是说不陪吗？哦，也对，你也没有说过话。但你的态度不就是不让我陪吗？我不让你赔钱。不赔钱？那赔什么？我只需要你教我做冰淇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看我们家生意火爆，你也想做生意啊？不能啊！你在那么大的公司上班，住这么好的别墅，怎么可能啊？别墅不是我的，我也不想做生意，我只想吃到冰淇淋。你这个大男人这么有少女心？你得顺着他。啊，好吧，那我教你做冰淇淋，我们两个就两清了。以后你是不是就不来骚扰我了？对。嗯，那好吧，去你家还是在我家？当然是我家。哦，对了，你干嘛？你不会现在就要去我家吧？我是想说，明天早上7点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是来拿外卖的。哎呀，外卖小哥电话是多少来着？你迟到了。我赶快过来。你还挺酷的，那个小心注意台阶啊。在这儿吗？做冰淇淋的，走后门。万学。这个东西，喂，好。
惠子也会参加是吗？好的。做飞行器的呀，居然有强迫症了。你可以走了。要倒霉了，来了。请问你又有什么事情呢？你刚刚只是帮我做了一个，还没有教我。你不是在忙吗？不过我正在洗漱，而且水管又坏了，恐怕我是去不了了。我帮你修。好吧。去这里吧。扳手呢？在那个工具箱里面，洗漱台下面。
里面来了。修水管的呀，水管不是坏了吗？修水管的长那么帅呀？啊，帅吗？喂。什么鬼？又来！苏沫，是你的变声器吗？不是你的我就砸了啊！我还怕你不成？哼，又想讹我？行，我可不上你当。没事儿，这哪没事儿啊？来，好了，就一个小伤口，包成这样，不太合适吧？这绑总比不绑要强啊！你都帮我挡了飞行器，我帮你包扎伤口，咱俩扯平了。没事儿吧？没事儿。哎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你的飞行器怎么老是找我？我可能跟他犯冲，他每次找我，我准倒大霉。是机器的问题，自从芯片丢失之后，就总是失号。哦。哎，我帮你吧，要不？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有想到他会撞向你。是我，我最近水逆，特别倒霉。我帮你挡了霉运，你叫我做了冰淇淋，我们两清了。他克我那么多次，我克他一次也不过分吧？可是你的手受伤了，还怎么做冰淇淋啊？也没事儿，反正你也不是每天都要吃冰激凌。我每天都要吃。啊，你这么少女的吗？嗯。以前我有喝冰水的习惯，但是你做的冰激凌比喝冰水管用。
能让我更好的运算。你好怪啊。我是说，你好乖，很 Q， 很可爱。那为了感谢你，我给你多做一些冰淇淋，你放到冰箱里慢慢吃。不行，我会控制不住吃很多，身体受不了。那怎么办？莫非你要我每天都给你做冰淇淋啊？好啊。怎么感觉你有预谋呢？我有这么无聊吗？有。没有没有。每天晚上七点来我家做冰淇淋。为什么晚上？因为你早上起不来。哦，那我还得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怎么感觉哪儿不对呢？又答应他。就这样，我们达成了奇怪的冰淇淋之约。这几天到了晚上七点，我就去他家给他做一个冰淇淋，不多不少，没有越界。木木说的相生相克，我觉得有的缘分可能就是这么奇妙。我就这样给他做着冰淇淋，看似平静，却有了微妙的变化。他越来越爱笑，我的运气好像也越来越好。我们总会在山顶不经意的相遇，我画着我的空中楼阁，他做着他的飞行测试，互不打扰。但我总觉得我们之间会有更多的故事，不会是两条不相干的平行线。